大家好，我是饺子妹儿，今天是费县的凉秋大集，欢迎全国网友来费县大集找我喝羊汤，品地瓜盖酒。喝地瓜盖酒的时候一定要认准酒麦天香哦。宝哥，哎，这次来了几百箱？三百箱。哎呀，这是六种亲自上阵了。怪不得那个凉秋集没赶完就跑了。济南还要一车呢，济南还要一车。对对对，哎呀，济南去不了啊，济南去不了，咱门口转转行了。胖妹开心快乐，今天这是卖的，还没上带走的。哇天，这老板一口气要了20箱，哎呀，就这么多了啊，全装上。啊，给老板送到啊。好嘞。啊。好了，下回再来。下回再来吗？下回再来。20箱啊！感谢老板，祝老板发大财。今天多少箱？100。今天600吗？不是，今天300，昨天300。昨天300，今天300。牛逼！卖了完吗？不，还下100-200。不够，赶紧来干活。赶紧干活。赶紧。